大家好，我是 Daryl， 欢迎收看怪奇音乐。我们这个月跟各位分享了 Iron Maiden 这个超级大团他的一些节奏吉他嗨歌的弹法，还有他的抒情歌开放和弦的一些应用方法，当然也分享了垂涎这个 solo 常用的技巧，同时也分享了要怎么样去应用，把吉他指板可以记忆得更好。那今天呢，我们就要来分享一个音阶，这个音阶可能是各位很熟悉的，同时它也是在弹重金属 solo 或者是所有乐风的 solo 的时候都非常常用到的一个音阶的弹法。那当然同时也会结合我们之前分享过的内容，希望可以帮助到大家咯。如果你是第一次发现这个频道，你喜欢这样子的吉他教学、吉他演奏，都欢迎持续的来订阅追踪我们咯。首先呢，我们平常最常练音阶的位置应该就是我们的前三格这个开放和弦的把位。那我们一般人可能呢都会从最低音的咪开始弹，可是我们在频道当中有跟各位聊过很多次，就是请你应该要从哆开始弹，所以我们之前的练习都是这样介绍的。这个是我们平常频道里面只要讲到这个把位的和弦，我们都是这样子分享给各位。不过呢，今天就要请各位用一个另外的弹法，也就是说我们练习从拉这个音开始弹，也就是弹我们的 A 小调音阶。不过呢，各位可能会发现，其实我们弹出来的音跟刚才我们的音符都是一模一样的，你只是把它变成从拉开始弹而已，所以呢，听起来就会变成。虽然同样跟 C 大调音阶一样都是这几个音组成的，可是你会发现今天如果你从拉这个音开始弹，一样是弹这些音，可是呢因为你从拉开始弹，所以整个音乐的感觉其实就不像 C 大调这么明亮，它会变成有一点阴暗，有一点悲伤的感觉，这个正是小调的一个风格，所以大家可以先来熟悉一下咯。那我们在练这个内容的时候，请你一定还是要记住一个很重要的原则，就是我们一样是先找到根音，从根音弹到根音，然后再弹这两个根音以外的部分，就是要分段弹，不要一次就想要把整个音符全部都背起来，这样子你会比较辛苦。所以你会背的第一组应该是，就是在这个空弦的拉跟这个高音的拉这两个音符中间，接着第二组是各位可能会发现说，其实如果按照我们的习惯只弹前三格的话，好像到 so 就没有了。那这个时候你有两个选择，第一个就是先稍微往高把位再来延伸一下，也就是找到拉，就让它变成一个完整的音阶。当然你也可以选择先弹到 so， 假设你真的只想要先弹前三格，其实你也可以弹到 so 再弹回来。这个是我们的第二组，那第三组当然就是从这个开放和弦的拉开始往下弹，这个拉再往下就只有 so fa mi 这三个音了，所以是。
好，这个是我们今天分享的这个前三格非常重要的 A 小调音阶的弹法。那第二个呢，请你把它移动高八度，这个也是非常非常重要的练习。因为当这边有空弦的时候，其实跟没有空弦的运指方式不一样。虽然音符的排列组合的方法一模一样，可是有没有空弦其实是差很多的哦。所以呢，请你先把你的食指按到第十二格这个拉。那一样就照画面上的图形先来弹出，就从这个拉跟这个拉这两个拉中间，第十二格这一排其实就相当于我们的空弦高八度，所以刚才是弹空弦，但是现在每一个音你都必须要用你的食指来按，所以会有一点不一样哦。这是第一组，那第二组当然就是跟刚才一样，如果你弹到 SO 觉得好像没有结束的感觉，那你就再往高一点，接着回来，一样回来，好，那接下来这个拉再往低音就是，一样只剩下 SO 发咪，OK， 好，那接下来要进入到我们今天一个非常重要的内容，就是我们在重金属音乐或者是摇滚乐，甚至其他很多很多的乐风当中，我们E 小调这个调性是非常常用的一个调性，所以呢，我们今天就先来把 A 小调转换成 E 小调。转换的方式其实非常简单，就是我们把我们食指刚才的这个，我们刚才食指弹拉是在这里，因为 A 小调的时候，A 是它的根音，也就是拉是它的根音。那我们要移调其实很简单，就是把我们的食指直接移动到同一根弦上的你要的那个调的那个音，也就是说今天我们要弹 E 小调，那我们就把食指移动到 E， 第五弦的第七格这个音就是 Mi， 也就是 E。 那当然我们就可以按照我们的刚才一模一样的弹法来弹咯，它就会变成再一次哦，这个是我们刚才的根音跟根音中间的第一组。接着第二组就是这个根音在往上。一样，如果你想要找到下一个更高的根音，你就再往高音移动两个半音，也就是一个全音，就会找到第十二格的这个咪。接着回来，接着再回来，然后一样从这个根音再往低音就变成，所以呢，其实你可以发现我们今天分享的三个不同的位置的音阶，其实它的图形是一模一样的。我们前两种都是 A 小调，第三种就是把我们的 A 小调换成 E 小调。可是其实它的图案，假设你不看音符的话，其实它的图案长得是一模一样的。所以记的时候其实没有那么的复杂，差只差在根音变了，那其他对应到的音也都跟着变了，可是其实图案是一模一样的。我们其实真正在弹 solo 的时候会发现，其实我们很多时候不一定会那么清楚每一颗音到底是什么音符，可是只要我们记得这个图案，然后大概知道它是什么声音，其实我们就可以弹 solo 了。所以呢，请各位今天一样可以先把这个图案给记住，也许你不一定要记得里面的每一颗音，可是呢，请你至少知道根音在哪，也就是说我们的拉是在这边，这个相对位置请你要记住，
那 咪 我们要知道这两个音是 咪。 至于弹的时候呢，其实你就可以用一模一样的方式弹就好了，也就是这边是，那你这边就一样这样子，甚至你要转到其他的调，比方说你今天想要一个 C 小调，其实也用一模一样的方式就好，把你的食指放到 C 这个音，你就用一模一样的方式弹，甚至再往上，你想要一个假设 F 小调也一样，把你的食指移动到发，所以不管什么调，其实你只要把你的食指移动到那个音，接着用一模一样的弹法，你就会得到你想要的音阶咯。其实我们在记忆音阶的时候犯的最大的错误，很多时候就是想要一口气把整个把位全部都背起来，但是却搞不清楚根音在哪里。所以呢，希望今天这样子的方式有帮助到各位，同时可以搞清楚根音跟根音之间的关系，让各位知道如何去平移到其他的调。如果有任何的问题，都欢迎在下面留言或是写信到我们的 email。 如果喜欢我们的频道，欢迎追踪我们的 YouTube、 IG 跟 TikTok 频道。另外我们每周三晚上九点都会在 YouTube 来跟各位直播见面，也欢迎各位在聊天室跟我碰面哦。好，谢谢大家，我们下次再见。